我们训练主要考验人和马之间的配合，根据每一匹骏马的性格脾气，在训练中我们不断建立亲和度，相互去磨合，相互去适应，一起学习，慢慢的才能达到人马合一的默契程度。动三动三，我是动幺，我是动幺。监控值班员报告，在206号界标方位发现两名不明身份人员越过2道铁索，现企图翻越1道铁索，先民地组迅速牵出统治。